在我的行业中呢，我始终坚信的信念就是必须让他人好了，我们才有机会变得更好。所以在里面呢，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来去帮助更多的人可以取得成功，他们能够持续的成功，也寓意着我们这个平台可以茁壮的发展，来帮助更多人获得成功。嗨，我是 Andrew， 我是 WL DreamMart Design Consultancy 和 WL Legend 的创始人。我们的公司呢是做室内设计资源分享平台的，跟市场的公司相比呢，我们的不同在于我们在这里呢让更多所谓的竞争对手，更多的成为了合作伙伴，而大家可以在这里呢一起来共享分享他们的资源，也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找到他们要的人才跟工作等等。为了企业的宏愿呢，我认为呢我们应该从教育着手，所以我们打算计划在2024年呢会积极去推广我们室内设计跟这个创业教育的这个平台的推广。我们的接下来一个目标会在2026年呢，我们会要去做一个融资，再把这整个的规模扩大到东南亚去。